守护苗栗音乐晚会正式开始。我是主持人陈维廷。我是主持人黄玉芬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到这边是因为一个月前有一个人他强拆了大埔四户，说这是天赐良机。这是谁？地方在哪里？他的办公地方在哪里？那里叫什么？那里叫什么？对，所以我们今天一个月后的这一天，我们也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要对他表达我们的愤怒，对不对？苗栗没人权。大家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啊！我相信哦，在场啊，我相信在场有很多苗栗人啊，这个路哦，是我每天我读文华国小、名人国中啊，这个路是我每天要去图书馆、要去上学啊、要去玉清宫、要去南苗，每天的必经之路啦。我在这边玩过轨道车啊，谈过恋爱。但是都是没有看过这条路上面像现在这个样子，但是这个道路、这个苗栗县、这个国家本来就是我们的，对不对？掌握在我们手上，对不对？今天各位尝到这个感觉之后，我们还要继续把它握在手上，不要让里面那些人决定我们的未来，好不好？豺狼治国，下面写着：昨天拆大埔，今天拆政府。对，所以今天除了举办守护苗栗音乐晚会以外，我们还要举办超度刘正宏金权政治水陆大法会。你不要都感慨哦，你还叫你欢喜呢？你不欢喜，过来去捡起来，再无你也无钱哦。啊，后世后刚有咧钱，后刚行落去赚你阿爸做做白鸡啊！啊，你无讲话，我咧要领钱。快跑！
反对爱啦。也有苗栗人吗？有。苗栗人同志。有。苗栗人同志。有。苗栗人起来。有。苗栗人起来。有。苗栗人站起来。苗栗人站起来。大埔事件是发生在我们从小土生土长的这块苗栗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苗栗的在地青年更有资格来关心这件事情。然后今天看到那么多来自台北的大家，就是懂，很感谢神风太感恩之谁。然后现在我要讲的嘿，哎呀，得有公贵雄准备好诶，公贵乡人准备好了，神风太感恩。我们筹办这一场音乐会。以及论坛以来，我们在地方上面，我们在苗栗其实受到很多的嘲弄，还有很多的揶揄，他们就说，你们这样抗议有用吗？对，他们就问，他们就嘲笑说你抗议有用吗？但是我们今天是不是已经坐在苗栗县政府前面了？人在做天在看啊，刘正宏，你挑拨无路骗来过。在苗栗这个地方啊，如果受了委屈，不能大声说出来。我觉得，如果没有大声说出来，难不成我们像待宰的羔羊一样坐以待毙吗？其实我们走在外面都很怕被人家打，因为我们后龙出了一个这么丢脸的县长，所以。其实我们家离他们家很远啊，然后，我们跟他没什么关系啊，所以我们出来干掉他没关系。然后我们最后面跟大家说的对不起。其实我们真的觉得很丢脸，要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，因为后龙出来。最后一块拼图哦，苗栗十八乡镇，你站出来好不好？你夺回我们的未来好不好？好，苗栗人准备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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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准备好啊！虽然这个世界这么沉沦，这么黑暗，这么堕落，但是我们拒绝黑暗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拒绝被愚弄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拒绝再继续堕落，对不对？对。刘正宏帅够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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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